像玩命一样，你看到了吗？楚笑，楚笑，别装了，我知道是你。球队已经明令禁止打劫球的，你这样的自私行为会让我们球队的整个成绩功亏一篑的。我们都一心希望华阳可以再次夺冠，自从子俊离开之后，华阳再也没有原来的风采了，直到遇到你才看到我们新的希望。我们都把你当做 too big for you. Shouldn't you be home playing ping pong? Oh, look, the angry. I'm so scared. Oh, who's scared? 接球打得习惯吗？只要是篮球。告诉你，你不用在这挑衅我。如果你想离开篮球队，你大可以说出来，今天就可以滚蛋。啊啊啊！哦，哎，走走走，哎，不是你停个车也停不好啊。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什么也没发生。你的任务就只管学习，不要管这些有的没的。接。你听，我心跳得多快。难道真的是我师父始乱终弃，抛弃我姐了？哎，不可能，我不能这样讲我师父。那这样，今天训练结束以后呢，我剩下所有的时间全部用来陪你，怎么样？好。好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楚笑，你去哪儿？现在训练时间还没有到，你又拿着球，又打算去打劫。你的流光战步已经学得不错了，我没什么能够教你的了，今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去走小宁，小宁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你帮，你干什么呀？没事训练去。哎，小宁，我就是想问。